看一下细节都是到位的，能看到吗？可以吧？你看一下。谢谢柠檬的点赞。看一下，还有什么要讲的？这款就是最基础款的黄色涂装的18998的价格，1890吗？1890，不好意思说错了。可以看一下，这款就是最基础的涂装，它功能的话都是一样的，三款前进、后退，包括这些转弯，然后打炮、机枪什么，然后它发烟、灯光都是有的，对战头包括这个。现在可以看一下，哼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可以点个关注，新进来的朋友。为什么没有人跟我互动？我知道。然后这两款迷彩的话是3930的价格。遥控的吗？是的，是的，都是遥控的，都是有遥控器的。你看一下，啊，这边，到手就可以玩的，还是挺方便的。这两款迷彩的3930的价格，就是涂装上面的区别，放次装甲的。欢迎小米哥。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点个关注哦。就是这三款坦克，我们今天讲的就是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喜欢哪款拍哪款，都在1号链接里面。大家有想要了解的，对对对，都是有现货的，拍下48小时内发货的，感兴趣的可以拍下，到手即完的都是。谢谢柠檬一直在点赞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有大家想要了解的都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说的。有现货，现在都是现货，可以48小时内发货的。三款涂装。就是这三款，好，我不知道讲什么，有什么好讲？大家有没有想问的都可以问我。再给大家开一下吧，好不好？力量迷彩的好，哪个？这个是吧？哦，对，这两个。这个吧。爆发转来转去打爆。是这个。哦，是这个。炮管俯仰，哎，
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后坐力，机枪。它转起来的话都是非常顺滑的。这个放一下吧。大家跑一下，他这个怎么有点不太顺感觉，是我操纵的问题吗？桌子有点小，有点不太敢动，他一下子跑过去了就。这个吗？嗯，后面的99A 卖的吗？卖的卖的，大家可以到我们这个店铺里面看一下，可以试。上一下吧，要不上一下，能上吗？上一下吧，上一下链接好了，可以吗？我们让后台上一下，好吧。可以了是吗？有了有了，那个 KCNO 可以看一下，我们把 99A 链接挂上去了，小黄车看一下。喇叭在这里，喇叭，然后这个是灯在这边，然后这个的话是发烟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。它这个烟还是蛮大的，蛮逼真的。嗯，这个烟好大。那好快，这个开的。可以给大家再展示一下。小心翼翼的操作，不敢太用力。对的对的，是可以，它可以，它里面有一个就是发烟系统，就是可以模仿真实坦克一样冒烟。再给你看一下吧，好不好？随便。烟还是很大的。它这些功能的话也都是就是跟真车一样比较仿真的。
天哪，我好怕他冲出去了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，感兴趣的话记得点个关注哦。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吗？能看到吧。谢谢大家的点赞。妈，桌子都在这。可不可以打炮弹？炮弹的话是打不了的。然后我们现在是，它是有这个对战头啊，可以红外对战，在这个对战头，它有五灯十命，五个灯，可以红外对战的进行。可以对战比赛，装上虎贲的坦克，装上这个对战头之后，就可以两个车之间就进行对战比赛。它这个最大的对战距离的话有30米。打炮是不能打的，就是红外对战啊。你看一下，拿下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非常的小巧的一个红外对战头。得即插即拔，很方便，适用于我们虎贲的任何一辆坦克上面。这个是灯，代表着十条命，在这边。可以打炮弹吗？红外对战。可以打炮的话，它这个效果就是这样子的，这边就是这样的效果。它没有办法打出炮弹，但是它可以红外对战的。这款的话没有装对战头，但是它这个效果还是有的。这个好快，这一辆，感觉不太，我有点害怕，跑出去了，怕他多上。他这个是原地转向，哎呦，撞到了，太危险了。炮管俯仰。这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，枪灯还在这边下面。看一下炮管灯，没看到吧？能看到吗？
有打泡的声音。看它这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尾灯，还有前面的灯都在这边。它这个音量的话也是可以调节的，可以现在是关掉了，可以再开小一点的，给大家听一下。没听到，越来越小了。什么时候能发货呀？我们现在是现货的，48小时内都可以发货的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看一下，拍一下。三款涂装都可以选择的。小黄车，1号链接就是。1:16虎式坦克后期型。我们讲这些的话也差不多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天的直播间的福利的话还是很优惠的，大家都可以，感兴趣的话都可以点个关注拍一下的。我们现在的话还送这个台历的，直播间拍下才会有送这个台历，上面都是一些我们的坦克模型。大家有感兴趣的都可以在公屏上说一下，其他的坦克我们后面都会给大家讲一下，看这些都可以的。挑选一下，给大家下次再仔细的讲解一下吧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吧，好不好？拜拜。